山的民，眼观星空妙地形。这是台湾的民，眼观星空妙地形。灵山一会万年灯，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胜，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甲午千秋双十，恭祝阿弥陀佛圣诞，谢天恩啊，祈安消灾化解法会坛上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三界万灵殊王法界，山河西涧愿会软动诸灵众等，阿弥陀佛。啊，今天这一节最后一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安心真经。安心真经是唯心圣教的一部主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太上道祖所开示的。当下世间上有一位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法轮一直在推动着法轮，所以王禅老祖是宇宙、世界、这地球世界和平的大神啊！各位法师、讲师、唯心贤士同修们，是世界和平的推手哎！啊，可见各位你们的功德有多大，福报有多大。五千年来开一次天，我们恭逢盛会。所以我们要感恩啊，我们要珍惜这个情和缘，好好修行。只要依照本法、本唯心圣教的易经风水、宗教百家思想为一炉的上圣心法，唯心圣教安心真经，勤诵此经，落实依法实践的时候，各位当下每个人的唯心世界、唯心净土都可以成就，而且可以成就当下在地球上有缘的诸天圣神、活菩萨、如来转世投胎的当下的和未来的人类，都可以自我成就新的世界、新的净土和极乐世界净土相辉映，所以我们要珍惜啊，要有智慧。所以啊，唯心圣教安心真经是国泰民安的法宝，是安祖灵的法宝，是安人生上圣、安人心的上圣法宝。所以王禅老祖啊，出广长舌相，不厌其烦的啊，我们在台湾成立易经大学啊，传授这么多的、这么多的妙法，都是以易经七千三百五十年
啊，当下所传的伏羲氏族，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啊，留到现在来，有本为性圣教。啊，似乎尊天法子、王禅老祖所传，还有诸天圣神、活菩萨的护念护佑、加持灌顶，而传出的法宝唯心道藏。啊，现在有15615卷，15615卷。大集结已经圆满，在今年的祭祖大典第十堂圆满祭祖大典的时候，全部交件供养，天供养诸佛菩萨，供养各位你们的列祖列宗，供养当下中华民族啊，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还有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变会软动，五阴杂裂诸灵，是我们当下5000年来中华文化道统的大集结，唯心道藏。啊，我们大家做到了。学习台湾黎明，愿我心中妙地学。在这个时空因缘里，啊，出版社圆和法师及所有工作同仁、闲置同修，毫无怨言的一起在护持，一起在努力的把它集结翻译成书。我们所有的法师讲师们还有闲置同修们，你们出钱出力一直在护持老祖所传的这个法门能够普利人天，这也是各位的功德，我在这里感恩各位同修，啊，并愿以此功德回向给当下所有法界三界万灵诸圣灵们，祈求共转世界和平的法轮，共创唯心净土世界，以21世纪的当下到未来千秋万世。啊，所以我们要去行。若是只谈高谈阔论，不去行的话，不是道，也不是心。所以安心真经就是要我们要去力行安心。为什么心不安？高谈阔论，而不去行，不去证，那你怎么样能够安心？不可能嘛。所以我们维新电视台，还有维新正道，还有用心看台湾的节目，还有我们名主播李雅琪闲事弟子和维新电视台的摄影师，而来访问，让我们所有维新闲事同修们，大家把你们的心和身经验力行的结果正道公开给十方大众、法界天人都一起来赞叹，你们功德无量耶。所以各位同修，我们要了解王禅老祖的慈悲啊，要我们去行道，要行，你不行不去做
没有办法证道了。啊，所以我们经中，我们继续来看经文。道在我心，啊，活有心觉，若是不觉，枉费谈心。啊，所以道在我的心，就是反省忏悔和所得到的智慧啊。啊，这个活有心觉，活你要做反省忏悔去实践，就能生出智慧。若是我们过去想到某一件事情对不起朋友，有所争执，有所误会，我们让人烦恼了。你想到的要是行，对不起，明亮拉下来啊，去向人道歉哦，这是忏悔，反而会做好朋友。回来你一定很好睡，不然你面对面看到，嘿嘿，相逢是知己，结果不是知己是仇人的一大堆耶。我们来到世界上不是找可怜的事情来做啦，啊，所以若是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前世同学们，我们人会圣贤，若是有对他人对不起的，我们硬着头皮没有关系，向人道歉过了就好，你就是佛的化身了嘛。所以佛有心觉，心觉就是力行，你来就会觉悟到，若是不觉，若是你不去行啊，就枉费谈心，高谈阔论没了用啦，空虚妄想做考验而已啦。好，那么道在家中，道在事业啊，道在社会，道在国家，高深啊，道无高深，心性即是啊。道在哪里？在家里，所以家里就是道场啊。道在事业，事业就是道场啊。道在社会，社会就是大道场。道在国家，国家就是一个大道场。所以国家的元首是大和尚哎。哦，现在选举了，道在社会啊，在哪个县市这个社会啊，这个县市长他就大和尚住持哎，啊，比师父的住持还大哎。哦，他住持有几百万人，有多几十万人。哦，所以要珍惜啊，作为县市长、地方首长的，好好去关心百姓吧，哦，关心人民，去行，去行，你高谈阔论没有用，去检讨。所以这一次台湾的政治大翻盘嘛，这是上天的慈悲耶。不要让现在执政者团队们还是仗着以前的坏习惯，我是人民的主人。哦，错了嘞，人民才是主人呢。啊，你当一官半职，不是人民的主人呢。过去的皇帝们，917位天主帝王，都是说他是人民的主人。废话，没有智慧啊！哦，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烦恼。917位天主帝王哪一个把这国土钱财带回去了？没有嘛，只有把烦恼和罪业带回去嘛，就很大呢。相对缩小到我们的家庭，道在家庭。现在离婚的那么多，很可怜呐。可怜的是孩子啊！世世代万里民，愿我心中妙的弦。
子无冤无仇的来接受这些苦果，所以夫妻只有相互的包容，相互的关心嘛，不是相互的计较啊。夫妻之间，我们教育部长吴清基部长他也开示了，家庭夫妻啊，不要去讲道理，你讲道理没有办法解决夫妻的之间的爱，只有相互的关心相互的包容才是真正的夫妻啊。结果我们社会都弄错了嘛，离婚两个字很简单，但是接下来你时时刻刻心都不安啊，能安我才不相信呢。所以哎呀，我们来到世界上驾着这个躯壳有形的外表的车子在那么横冲直撞，那里面的驾驶者你也搞不清那对面那一部车开车的人是谁，表面是同一个同一个车库的车子，而一开出门了，哎呀，相互的不让路，你不让路不算夫妻嘛。所以夫妻是太极图的相互包容啊，所以夫妻也叫太极图妻夫啊，这个相互的容忍嘛，相互的包容，阳盛阴就退，阴就退了，你逼我退嘛，退一下嘛，啊，你逼了我就退嘛，啊，到这里到中央来，你就能平衡了啦，所以叫做天心呐、啊，各位，你们回到自己灵性世界，所以我们要修口，夫妻开始要一定要从修口，口不修，我骂你，你骂我，争得半死没有用，你不是有智慧的人呐、啊。你在讲理由再对，永远是不对的，要小心。啊，修心，心就反省、忏悔和实践嘛。然后到这里养灵，养灵，这心安嘛，才是找到自己的本性啊。所以养灵，所以太极啊。各位同学们，大家都挂着一个这中迹，人家说哎，好好看哦，嘿嘿，你啊挂了你就知，好贵嘛惊，含心嘛爱来给你相互尊敬哎。然后我们有师兄，他挂在里面去拜神，拜神，啊，这个神去干，我们师兄还没到到门口了。快到了，神有灵通，有贵人告为贵人到位，王禅老祖驾到，赶快退咖，到门口去迎接我们的师兄哎。你看，因为你要知道我是王禅老祖的地主啊，你挂那个我就知道你是王禅老祖的地主啊啦，就是我们台南道场圆信法师啊。哦，所以各位同学，你们身上挂的这个是大道、天道啊，所以啊，我们要注意，道在社会，道在国家，国家是我们2300万人共同组成的一个大公司，结果我们很多，哎呀，我选上了。我是可以霸权哦，哎呀，真的很可怜呢，很可怜。当时要喊人家下台，现在自己要下台了，就因因果果嘛，也是给我们看呢，是正给2300万人民来看呢。
而是在道在事业嘛，事业也是这样啊，因因果果啊，没有智慧哦，所以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都聪明，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嘛，这是我们唯心圣教 大家学易经的八句真言，各位牢牢记住。好，啊，道在国家，国家是我们大家所共同有的，不是属于哪一个人的，是他个人的，是大家共有的。所以台湾平安，台湾要守护，大家用心守护，地球要平安，地球是我们每个人共同64亿分之1的共同责任呢。心胸不要那么狭隘，哦，所以我们每次有什么法会，啊，什么这个大典的时候，有人说：“哎呀，师父你怎么不做两岸平安、两岸和平？两岸本来就没有冲突嘛，哪里有冲突？没有啊，我拜的神是大陆的神呢。”王禅老祖在河南云梦山成道了嘞，哦，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啦，不要把自己搞成两岸来。思想圣和凡夫就是两岸，啊，思想觉悟与不觉就是两岸。所以道在国家，啊，道无高深，谁都高，谁都深。骗人的啦，哦，所以心行即是，你所悟的，啊，所反省忏悔力行有智慧的，你去行，用在生活上，用在家庭，用在事业，用在社会，用在国家，用在你的生活里面的啊，就是一个佛圣也是真人啊，祝各位学习台湾的民言论行动妙的学灵山一会万年灯，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啊，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还有我们甲午千秋双十谢天恩法会坛上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我们继续来为各位啊讲解唯心圣教安心真经。安心真经的真实义，大悟其外，细悟其内。安心真经的真理，在我们的心中，和我们的行住坐卧行为之中，是寥寥分明，绝对没有混淆。所以道在家庭，啊，道在我们的事业，道在社会，道在国家。哦，所以我们的进步论做到一个啊，真正尽责尽心尽力的家的主人，或是工作团队的
角色。在昨天啊，有一位我们的弟子，原来是我们中华民国行政院交通部部长林宁山部长，是我们的皈依弟子啊，在这一次台湾的地方选举政治的大翻盘以后啊，台中市长他很早就了解林部长做人公正有智慧，交通建设、水利建设、都市规划是一个大行家，所以一直请林部长到台中来帮他忙，一直讲。所以在选举前呢，啊，林部长他也到台中道场来请示说：“师父啊，啊，若是某某人啊，他被选为台中市长的时候，啊，要我来帮忙所有大台中的规划建设。”啊，等等，好不好？我就说好啊。那但是人家会笑我呢，说我原来是中央部长，怎么要为什么要到地方来当为副所长呢？不是被人笑吗？我就跟他说了，观世音菩萨是正光明如来佛，哎，为了救度众生。他来到娑婆世界，菩萨的身份啊，导驾慈航，救度众生，才有今天的我们在这里这么平安呢。地藏王菩萨他是佛，啊，应该看到那么多众生糊里糊涂造业坠入黑暗的地狱，所以他地藏王菩萨佛他就发愿导驾慈航，要来救度地狱的众生，所以留下了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的圣号和慈悲的心，让我们来膜拜名扬两界三界轨道的众生都来感恩呢，所以啊，你也退休了吧？啊，我们的经验在年纪啊退休以后，是人生智慧最精华的时候呢，已经观空一切世间的是是非非与缺点，什么样是百姓所需要的呢？所以你应该接受，而且你是老祖的徒弟，王禅老祖是大罗金仙，他不必再来世间在这里跟你阿妈伯嘞，哦，在那边用尽各种的方法要度我们，所以哈，林部长他欣然接受了。昨天告诉我，说师父，你讲的这一席话，我听了很感动，我悟了，我是佛弟子，老祖的弟子，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世间没有和平。我绝对不会袖手旁观，啊，地方的建设、交通的问题没有改善，我绝对不能在那边，哦，享受退休，全民给我的福利和供养。所以人要悟啊，要心要去觉啊，你要觉嘛，那么干过时一定很烦恼。所以我
人家问我说：“哎呀，师傅，你要求什么啦？对于停工要求什么？对老祖要求什么？没有啊，我只有四项宝：第一，让我能吃；第二，让我能坐；第三，要坐实；第四，要病不要病死。一坐，一家一坐，坐死莫病死，我可能这四项尔啦。”哦，我说，各位同学们，我们要有智慧，我们有这个驾驭这个躯壳，父母给我们的身体，国家社会培养我们，给我们享受到一岁一岁的增加，我们应该用有生之年，我们好好用我们的智慧，所有一切的经验来弘法利生，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啊，所以道无高深，心行即是啊。道无管啦，你管啊给啦，啊，所以那些胡说八道的一大堆的，你不要跟他计较，你自己做好就好了，啊，对得起良心，问心无愧，绝对能够回归我们的极乐净土，或是自己当下创造唯心净土世界。是我们的本愿嘛？好，那么若悟心行，心行是佛啊。若悟心行，你悟到了我们所有的反省、忏悔和实践所得的结果的智慧的时候，心行是佛，你的心当下，你的所有经过一切的经验。你就是有智慧的人啦、啊，佛是觉悟者，是有智慧的人，心行是佛，知行合一的人就是佛了啦。啊，你有简单不？麦当劳讲我十三天电话啦，哦，那没有用，十三天我没有用，啊、哦，那在唯信圣教，切莫眼求啦，只要反省。忏悔实践，唯心圣教，只有心，唯心宗教才是宗教，只有心反省忏悔力行实践、才是宗教，不然其他蹦蹦跳跳的跳呼呼叫不是宗教啦。我们的弟子们爱注意好，唯心宗教，切莫眼求。你不要外面你口口中啦，招灵山没路用，你这招不出结果来啦。招到无阿囝，这招了了，红尘这招了了去，啊，招到事业倒倒去，招在灵山没路用，不是社会上所需要的，不是你来到世界上所需要的。灵在哪里？问心无愧，你就可以找到灵了啦。所以。佛的教义非常的正确，八正道，八正道，八正道是最符合我们修行的一条路，道，八正道，啊啊！只要反省，过去都过去了，咱这么爱开始反省，反省过去的所做的做人有做人该做人，啊，唔对的就该修，是的，还是该怎么样该。忏悔是忏悔，该道歉该道歉，不要再犯啊。那么忏悔就是不要再犯，叫做忏悔。实践爱去做啊，那力行本法，力行本法八正道，修心修佛按两年啊，八正道八德四维八德，力行本法，本是什么？我们心的法。文华是心的华、啊、反省忏悔实践、啊、力行文华要去做、啊、见性不然、啊、你会见到你的性不然、啊、就简单的、啊、但是您等于爱注意那他掐你就慢慢来，不要横冲直撞，你要横冲直撞你会崩掉，到时候你就要反省要忏悔啊，很简单，马上渡掉。
万里兵，燕国进攻苗地雄。所以我们道在生活上，不要离开生活，我们从天上界如来界脱胎为人，为人先要把自己内心的本来的智慧反省忏悔去实践、依照八正道、依照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都要对自己忠自己的心啊，孝自己的心啊，人心就是主啊，那心去做，对祖先爱又好嘛。啊，这个都是我们本法，不是别人的法啦。所以老祖从来没有说他自己的法，都是每个人自己的法。所以各位同学们，老祖常常开示。我们每个人都天上界来到世间，都忘了自己内在心灵原来的长的几千万年来到世间，你所体验到的一切智慧的经验的累积，轻和浊，轻的上升就是智慧，浊的下沉就是那么就过去了，所留下来的晦气的已经走了，而留下来的清气，清的气呢，是我们的灵性。哦，所以以前我有疑问的时候，我就请教蔡德老先生，他是易经卜卦的权威，他两只眼睛不好的啊，他常常提醒说：“弟妹啊，哦，那你灵性是清的。”不要被火星护卫世间的名啦、利啦，你要多少钱我才帮你看？胡说八道！你没有那么多福报可以给人家，你帮他忙，他供养你，你给他感恩一下。哦，所以被世间的名利就裸的嘛，轻浊。所以，易经太极里面就这样，这么轻的。是为气，是能量，这个浊的，落的三毒，贪嗔痴，这你不要被三毒贪嗔痴，这三毒是一直往下沉，若是我们一直坚持的贪嗔痴，你会往下沉呢。就在这里呢，轻的戒定慧嘛，戒定慧，你就会往上升，上升这是我们的气，就是智慧啦，能量啦。你累积越多的轻的气，这越的就会越多的智慧，就是一个人贪了越来越多，哎呦，世间人大概没修行的啦，磨磨骗骗一时而已，满你当下的你所需要的骗我，我让你骗一下嘛，那就算了嘛，那这以后来就不管你，一切罪过自己承受嘛，这样而已，很简单的，所以修行不困难啦，在生活上做到问心无愧，那么勤诵本纪，开悟更易。以上这个祭文以上这祭文呢道在事业道在家中啦等等这些祭文啦你要时时要勤诵爱给勤诵本纪本纪就本来内心本来的智慧啦本纪这开悟你要开悟要觉更加的快，不敢呢一直我再去，等下要到这一间庙，等下找到一间庙，跑那哪一间庙，跑哪一个道长，哪一个说，我告诉你，绝对找不到了。如果找得到释迦牟尼佛，他跑了六年，
要是个王子，吃饭不愁，生活不愁，他这么走下去求道，那么多的老师，那么多修行人，35个教派都跑过了，到最后呢，还是找不到一个心所需要，所以才坐在菩提树下，从做反省、忏悔，去实践，才大彻大悟，这个释迦牟尼佛代替我们来觉啦，来悟啊，哦，然后说出觉悟的方法，八正道，法藏比丘，就现在我们念的阿弥陀佛，啊，他舍弃王位，去求见释自在王如来，发愿出家，离开三毒的家，贪嗔痴的思想意念，然后修行六波罗蜜，波罗蜜就持戒、忍辱、布施、智慧，啊，精进，到最后禅定六波罗蜜。这里还不够，才发过大悲，更大的悲，48大愿。哦，我做佛时，任何什么地方都能到我极乐净土来，绝对让他成佛。所以缘分转动，啊，五阴杂劣、恶鬼道、第一道的诸灵，啊，很多人修行，哎呦，啊，是老师啊，师父啊，你修行多，因为我都多养的，鸡婆嘞，养爱你多，你都比人养的我输嘞，要多强？就抖音嘛，音都是超越自己过去所有的不好行为、坏习惯才是度音嘛。你就是反省忏悔嘛，然后去实践呐。阿弥陀佛，发下48大愿，所以他成就了，成佛了。哦，所以各位同学们，我们要悟。要悟，哎，开悟更易啊！哈，啊，唯愿世人呐、啊，依法精进，啊，解除烦恼，幸福光明，勤诵此地一切功德，啊，尽皆回向，同证菩提。菩提道就是你按照啊八正道。白天努力工作，晚上回来睡觉以前事情处理好了，好好静下来、去反省今天的事情有没有做好、啊、然后慢慢的去反省过去我们懂事以来的一切事情、啊、然后来做忏悔，错了我们就忏悔吧，然后去实践。哦，这个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今重现嘛。我今勤行诸妙法，愿此功德回向，皆回向。所以我们就是反省忏悔实践。啊，我们也一直六波罗蜜，六度万恨。啊，一直48大愿。我们大家一起依照这个法来修行，48大愿阿弥陀佛，为什么会成就阿弥陀佛？心量就那么大，哦，所以他才能成就所有一切佛、一切修行者、一切天神所赞叹的。有哪一尊神有那么大的胸怀？所以王禅老祖在战国时代2350年前。啊，春秋战国天下大乱，苍生真是无辜啊，所以他王禅老祖啊派下了苏秦张仪啊下山，还做的合纵连横，人世间的合纵连横，才有秦朝统一天下，就不要再有战争嘛。
到了现在2350年后的当下，王禅老祖又倒向慈航。哦，那个是当时他在秦朝时候，当时呢，天下的天下活动连横。那么现在又要活动连横，空界，在这是灵魂界，空界。灵魂界，这人间界，哦，所以灵魂界这列祖先灵，合众连横，万年归心，追根溯源，万年归心，哦，这天心，光能找到天心，所以我今天才有双十。双十的法会，后这个都是有很深的因缘、法缘、法脉存在的真实意义 啊！所以老祖开示啊，那么唯愿世人啊，那么依法精进，解除烦恼，幸福光明。勤诵补记，此记一切功德尽皆回向，同证菩提。我愿各位同修们，我们依照今天所开示的所有法，回去重新思考，啊，将安心真经用在生活上，用在事业上，用在家庭上，用在国家上的时候。啊，那带着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同证这个大道，同证往生成就极乐世界佛净土，以当下的唯心净土世界啊！祝各位。